关于厦门舰的回应，我想给他们点个赞。台湾单方面划设的这个线、那个线，都是非法无效的，都无法改变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，更无法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进步伐。至于民进党当局一些人皮肤汗树般的叫嚣，我要正告他们，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，解放军必将断然出手，必将迎头痛击。